对，有一段时间就是留这种唐装，下面搭个休闲裤、牛仔裤，对不对？志鹏哥，你的品味到最后真的有流行回来吗？我现在在等啊，还在等，不要等了，已经都流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还有一个逻辑，就是衣服不洗就洗澡。那身体不洗就换衣服，好烦哦！从外面经过，真的是一股酸味，是真的，真的以为有尸体藏在里面。每周一二晚上10:15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。